就是 Adventure Time Room，什么 Elevation 探团？险魔法。我觉得他的档期有点像希特勒，不知道为什么，纳粹党。然后其实里面还蛮大间的演讲厅啊。哦，就是你要帮你要帮他拍照吗？还是我要保护他？哦，是保护他哦。有人会攻击他？哦，他。什么东西啊？后面。射完那大腿，射了膝盖。可以那个吗？射演讲人吗？不行吧？射他干嘛？射他应该是任务会终止吧？他说 ：“Hey, stop it！” 不能射他啊！怎么来攻击的都是球员啊，都是运动员？因为他们很不爽他吧？不过我刚才偷他两下了。上面，左边，右边，射下来。他演讲，他演讲，而且他演讲还蛮无聊的。对啊，我还蛮想射他的，他被打了。可以让他早点下台吗？对啊，我可以帮助那个运动员打他吗？好，既然我们跟他拿了钱啊，没办法。而且至少他都是绿色衣服的，没办法。我觉得他应该只会给你5块钱。真的假的？他如果没有给我50块的话，我当然会拿这个办公室拉脸，绝对会拿办公室拉脸。五块钱，因为前两个委托你的人都只给你5块钱，他有给我10块钱啊，女生给我10块钱。哦，对吼，女生比较大方。对啊，男生真没有。他在他讲多久啊？久、哦。快点啦！爸爸在社里面讲。哦，结束了吗？还没。好烦，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蛮牛跑出来？他出来干嘛的？他出来跳舞干什么？欧内斯特哎、欸，欧内斯特吉祥物哎、欸。没有，他是过来乱的啦，他是过来乱的。哦、就是他故意乱他，然后让他们没办法去那个啦，这样下去。上面越来越多人了，所以他们的吉祥物是红牛。那是运动员的吉祥物吗？对啊，我来。有人说你的那个枪法很不准。我是用摇杆玩的、啊，当然不准啊，这不是用滑鼠玩的。我来，还有，怎么那么多啊？那个是血条还是他的时间？是血条吧？他快没血了。那你保护他的。哎呦，成功，应该成功了吧？在结束时，记得投票给。给我投票，你会想投票回给他吗？我不想。而且清一色都代言。耶！就像音乐吗？耶、yeah. yeah. 嗯！你投过了。10块钱。10块钱而已。获得超级弹弓。超级弹弓哎、欸。哦。And done。他在哪里啊？我要吃他的脸。他不在、欸。弹弓有限弹药数吗？数量吗？好像没有限。子弹是无限，不过他伤害很低啊。哦，原来有学生从二楼跳下来，然后都没什么事情的。对啊，值得。哇！你被两个机长追。不要录了，不要录。对，先回宿舍先。好烦哦，机长都喜欢追你。那是我干嘛弹弓射他？那你每次干嘛弹弓射？因为我爽、啊，想试一下新武器嘛，对不对？哦，放了一套服装哎、欸，是什么？希望不要又是小外机。对啊，它是万圣节服装。我希望是南瓜。嗯。我觉得警察装比较帅。I'm cursed. Yeah. 这什么东西啊 ？Cursed by brains. 这什么东西？我会跟他换一下。我想穿他那个服装啊。No. 他那个服装是那个啊。Yeah, you're cursed. You're great. Whatever.What else is going on? Not much. Let me see. It's Halloween. All the prefects are at some party, and the teachers are entertaining. I use that word loosely. The kids. No, I'd say the opportunities for fun are. 警察装吗？警察好舒服。Nil.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Come on. You'll see. 好恐怖哦。对啊。你用这个脸去把妹。搞到吧。哦，去找些恶作剧来玩。他干嘛欺负同学啊？哦，兔子，兔子，打兔子，可以把兔子丢进垃圾桶里吗？
子，兔子，你看他戴面具啊，他戴什么东西啊？他戴肥宅面具，可是对呀，戴面具，被打了，被打了。为什么要带？为什么我卡在里面啊？因为你出不来。你这个肥宅，进去。上座堆。好烦哦，肥宅面具。肥宅面具，肥宅面具，这个当肥宅。好，结束了。我们要去做恶作剧吧。恶作剧可以玩一下。哦，刚才兔子是我的人啊。兔子是，该不会是那个被一直被欺负？伙伴啊。哎，有兔子一直跟着你。没有，他只是出来走一走而已。踢我的标语吗？所以我们可以在别人身上放踢我的标语。哦，然后就可以。他也穿小白、欸。是恶作剧没有吧？人家就全跟你的小白不一样。踢我标语。踢他身上。有吗？有吗？有吧？有吗？有吗？踢他！踢我、啊！哎呦，我是打他。他的脚是不是断掉了？哦，没有，他脚没有断掉。哎，我知道了，粉红色兔子是那个啦，一直被欺负的那个。一直被欺负那个。踢我、啊！哇！踢他踢他！他中间那个裤中间有点像屎黄色吧？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啊？白卡女！哇！复活！恶作剧完成！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好多叉叉女！踢我！你！我这样走路怎么怪怪的？用鸡蛋只用三名学生吗？嗯，试试看。好。鸡蛋。那就先来丢他啦！喜欢吗？车长快打我！车长快打我！他脚好好笑，他少一只腿，他什么脚啊？你看他脚，他哎、欸，等一下，他是绑在膝盖那边，对啊，绑在膝盖啊。船长是不是？船长哦，好玩哦，美国万圣节好好玩哦。不是吧？是因为你那乱搞很好玩吗？我拉别人内裤可以吗？是什么狒狒吗？到底什么社会啊？好莫名其妙。得到更多鸡蛋。你干嘛鸡蛋？鸡蛋。别把蛋拿到了吧？哦，有拿到了。用鸡蛋砸。打什么打？哎，一名，还有一名。别看到了，想跑？丢好高。丢掉了。丢他丢他！哎、欸，有南瓜头，不是，那不是南瓜头。就看那个肥仔啊，被我掉到桶里那个。打什么打？恶作剧完成，这么快就完成了？得胜！好多恶作剧哦！哎呦，我这恶魔有点强哎、欸，这恶魔有点强，哎、欸，他是运动员，蛋破掉了。前面这是哦，是那个啊，拳击手，是威力，一人，一人不一人什么东西啊？异形，异形，外星人啊！他开始弄我哎，弄什么弄？因为你刚刚用鸡蛋丢他、啊。哦，是这样子啊，我好强哦他。好了，万圣节打架无罪好不好？打架无罪。哎呦，后面是什么？在一些学生附近放的火山，哦、可以吓他们。多一点学生哎、欸。这怎么放？这样吗？哦。好像没什么反应啊。有啊。感觉好弱、哦，感觉很弱哎、欸。他好像很开心。超冷。恶作剧完成，真的恶作剧完成了。好快哦。好弱、哦，都没什么感觉。没有好玩一点的恶作剧吗？对呀、啊。哦，有个小胖子。用臭蛋击中三名学生。又是臭蛋。他好可怜，他被你贴那个踢我的标语，还要被你用臭蛋攻击。这学校的人很少啊，都是那几个人、啊還。好像很多重复过的。对啊，哎、欸，有公主哎、欸，在哪里？哎、欸，丢公主，丢公主，丢公主。他不是那个吗？运动员来找麻烦了。好恐怖，他们在干嘛？运动员、啊。你们怎么欺负公主？哎、欸，那运动员又冲过来打你了啦！对啊，我让他吃臭蛋，高兴吗？没有，好像是要丢中才有用哎、欸。嗯，打错人了，走开，走开，走。哎、欸，无缘无故会招惹很多人。对啊，招了一堆人啊，奇怪了。
哦，这边有个新任务啊！你已经没有穿小 YG 的、啊，为什么你还会？止痒粉，让三名学生发痒。哦、你就刚刚给他们三个就好了。就是你们，喜欢吗？喜欢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来，等一下，先看，我再看他多拿一点。OK， 拿到了。痒，好痒，好痒哦！止痒粉，好痒、哦。哎呦，丢错地方了！哎呀，你为什么你丢地上？背对他。耶、yeah, ！大型恶作剧！大型恶作剧？什么恶作剧啊？大型恶作剧只有万圣节当然可以用，所以的话就已经没有机会完成它了。哦，来玩一下好了。对、哎，一定要先玩它。一些腐肉。等他去拉屎。兔子跑掉了。后面那个为什么要掰卡？为什么搬那种吸血？对啊，我都要掰卡、啊。保护盖里不受查德欺负。查德哦，这个吗？哦、他。去想弄我的狗，是我的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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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狗。不是吧？是他的狗。快跟我摔跤！哎、欸！哦耶！妖精打架！哎、欸，他比其他人还要强。吃羊羊粉，吃羊羊粉。喜欢吗？喜欢吗？用完了，被我用完了。Here you go, boy. Have a little trick. 大型恶作剧，就是我们戴骷髅面罩，然后穿起来像，就是上衣都不穿，然后直接乱裸奔啊！哎，他在拉屎。好饿啊、哦！然后人就这样捡起来吗？这假的！好险，他还会用纸袋装。何必了？我以为他会直接用纸袋大便。教室休息室吗？在哪边啊？擦他的地方。好，我们先过去吧。他们真的好坏哦！我要把大便放进校长的抽屉。大便的袋子有点湿湿的，没有？你说底部吗？对啊，为什么下面有点湿湿的？好脏啊！好脏啊！脏毙了！我们走到大门去都要绕远路。对呀、啊，奇怪，我可以在路上丢人吗？丢人，你要再喂他吃一次腐肉哎！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星星，木乃伊。哎、欸，木乃伊耶。对啊，可是有些人没有变装。对啊，为什么万圣节那不是就是在一起嗨吗？对呀、啊，真是的。那如果万圣节你要变什么？我要变。是什么东西？闯入。我还蛮想要变魔兽里面的角色。魔兽里面的角色、啊，对吧？什么角色？嗯。哎、欸。哎、欸，那个烧大便，烧大便干嘛？啊，会有臭味吗？不好准备。哦，然后他出来，然后就踢到大踩到大便吗？哦，我知道了。好烂哦！好烂的恶作剧！这怎么烂恶作剧啦？烂毙了！烂的恶作剧！被发现，被发现，被发现，被发现！快走，快走！而且是你背黑锅哎、欸。对啊，为什么是我背黑锅？烂死了！哎、欸，我被抓了！我要回去睡觉。这个作剧好烂哦！烂毙了！而且为什么手背黑锅？快走啊！快走！哎、欸，你得到红色忍者装哎、欸！对啊，我待会我要回去装备一下。你要装备那个史事。有人说美国这种恶作剧很多吗？真的假的？那我住美国应该发疯吧？被人家这样搞会马上发疯。有事没事，门口就有一包大便。拉箱警报，可以拉，这可以拉，这可以按。那我可以用那个大便吗？我看看，大便可以选吗？没有吧？没有，大便用完啦。只有鸡蛋，哇哦！他们全跑出去了，因为你拉警报，全部都跑出去，好扯啊！哎，那个布告栏那边有一个亮亮的东西，那个就是那个胶卷，是胶卷哦，是胶卷，全部都跑回来了，啊，该睡觉了。Deadpool， 你大家可以去换一下那个红色忍者装，红色忍者装吗？装备一下，这样就会变成那个哎、欸、，Deadpool。看一下，红色忍者服有吗？没有吧，他不是 Deadpool 啦，是真的忍者而已啊，是真的忍者。你可以用这个实现刚刚的梦想。实现什么梦想？波霸，巨乳没有啊，这也没有巨乳啊，都没有哎、欸，好少。对啊，好让他爆炸。哎、欸，为什么有人穿那个？他还睡啊？对啊，要睡了啊，上课了啦，还在睡。
你这样只会让他昏迷吧？他不会醒来。真的吗？那我都想让他醒一下。帮助盖里。在干嘛 ？There you are. Come on.